首次献出演戏处女秀，老虎金钟国在韩剧制作人中挑战饰演一名野心勃勃但却没啥地位的制作人，不但看到上司就不停抱大腿拍马屁，还非常贪小便宜，连公账都要乱报。这么寒酸的模样，没想到竟深受观众喜爱。据说每一次他出现在戏中，收视率都会瞬间飙高，被誉为根本是制作人剧中的隐藏王牌。其实金钟国自从参与韩国综艺节目 Running Man 后，人气就居高不下，近日又客串制作人，演技受到瞩目。据说内地多家制作公司都争相砸钱想邀他演戏，而且从客串到配角统统都有，看来大家对老虎的演技都有满满的信心。而金钟国的经纪公司也表示，如果有好剧本，老虎出演的可能性就非常大，也让粉丝相当期待。 YES 娱乐新闻中心台北报道。